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，欢迎回来《饥饿杀世界》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这一只巴斯啊，上一集所解锁的这只鲨鱼哦、啊，下面呢居然有这个像锯齿的这个齿轮啊，那鲨鱼怎么嘴巴长这个样子？我觉得蛮恐怖的。然后呢，有观众说，老头，这只鲨鱼其实是真实存在的，是真的假的？然后虽然它有附连结给我，但是我没有去点进去看啊，抱歉，因为。老头那时候在外头、啊、老头那时候人在外面，所以说没有时间、啊、然后老头也没有看过，反正呢，观众讲的嘛，我就姑且相信一下啊，真的有这种鲨鱼。不过呢，老头呢本来是想要在私底下把这只把这只鲨鱼给解出来啊，他就需要用大白鲨解，但是只剩下最后一个，最后一个化石了，史派克只剩最后一个化石了。但是我怎么找却找也找不到，哦，所以说呢，老头呢可能保守估计这个化石是在这个城市里面的最后面哦。那这个城市里面的最后面呢，有那个水晶哦，大水晶阻挡，所以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突破，我们只好用我们的巴斯来打看看了，哦，用我们的巴斯来突破看看了，不然的话没办法啊，我们过不去啊。然后又有逆风让我们过不去，只好用巴斯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就来先玩看看巴斯吧，顺便看能不能解到瓶中信啊。哦，巴斯解完哦，巴斯这边的那个墙壁突破，哦，水晶墙突破完之后呢，我们再回去用大白鲨获得这个化石，啊、哦，获得化石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拿来就是玩那只史派克。哦，然后呢，这只呢，啊、哦，它转动它的牙齿就可以宛如电锯般锯开猎物，还能吸住潜水艇、直升机破坏，更能快速切鲸鱼、鲨鱼、巨型乌贼触手等等。所以说，这只是可以直接用嘴巴咬住那个潜水艇的样子，或者是直升机，感觉蛮酷的、欸。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好了。哦，我们刚好看等一下哪边有直升机，拿它来试一下刀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尝试撞一下右边这两个石头好了，太可恶了。好，右边这两个石头呢，啊，让我没有办法前进，搞不好我要的化石就在那个地方。啊，耶，终于撞破了，这么轻而易举的事情。然后呢，哎，这个我不能吃。然后这个好像这个巨型水母好像也咬不掉一样。好，然后我咬住它之后呢？我的下颚好像在锯他的样子啊，紧咬着不放。哇，然后这里怎么感觉像货仓之类的？走开，走开！哎，这只其实游很慢呢。耶哈，咬住！到底有没有在咬啊？看没有哎。算了，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咬潜水艇就是了。我唔知，喂，撑过去了，好吃好吃。我这边鱼真的很多哎、欸，哇，大只鳄鱼，咬住了它是有帮忙锯吗？我说鱼，这鳄鱼是跟我体型差不多大只哎、欸，腰修啊 ，combo， 哎、欸，为什么它这个电鳗哦？我想说这电鳗我怎么不能咬嘞？原来是可以吃的、啊。好，我们把下面的给撞破好了。既然都撞破了，下面一起顺便啦、啊。啊，把下面一起给撞破好了。来来来来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好像走错边了，好像要从这个上面下去，就是这里。来来来，立来来立来。好遥远哦！我现在人类都可以直接吃了，没有问题的。而且我血好多、哦，嗯，这只生命力非常的顽强，非常的厉害。好，我下来了。水下暗潮。好，这个我也撞破了 ，very good。好，接下来呢就可以来这边寻找我们的化石了，是吧？然后呢，瓶中心在哪里呢？我觉得我们该撞的都撞了。其实我猜我那个瓶中心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啦，只是我刚刚没有
刻意的略过，不是略过，没有刻意的过去看哦。我们逆向而行，先来逆向一下，大概这个位置吧。啊，好，这里没有瓶中心，老头猜错了。然后这只鲨鱼呢，居然呢，啊，很不识相的咬了我啊，找死。嫩，好，我们继续逆向而行。好，然后你们说老头，你声音今天怎么那么的沉啊？因为老头刚睡醒。好，有时候呢，老头拍片呢都是刚睡醒的时候拍。咬住他，快点！使出你的浑身解数啊！不是说会咬吗？我怎么觉得有点被这个说明给骗了？你的咬是咬什么？不是可以把潜水艇吸住吗？说好的吸呢？怎么不会吸了呢？怎么连吸都吸不起来了呢？你怎么连吸都吸不起来？咬住潜水艇，快点咬啊！不会咬，你欺骗我的感情，你就不会咬。欸，那上面有一个。这上面有个宝箱啊！哎，来捡一下 ，nice， 放这么上面啊！瓶中信原来在这里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终于找到瓶中信了，我们来去救那个家伙吧，去救他。我觉得这应该是获得蛇颈龙吧，我猜啦，应该是获得古代蛇颈龙。哦，蛇颈龙是我们的敌人，然后我已经快死了。马西，林北又一尾活龙了。等一下，这感觉不像蛇颈龙啊！蛇颈龙的头不长这样子的、啊。算了，先把它弄死好了。有备无患。哎，卖照了。跑嘞！开心嘞！快点！呀、yeah!！找到了新鲨鱼，这只好像苍龙哦，鳄鱼鲨，什么鬼鲨鱼啊？好了，我觉得我们该解都解了，玩了那么久，林北到现在还不知道怎么锯，他都没有做事要咬住锯的那种感觉啊！啊，摇杆上面就四颗按钮而已，还能干嘛？好，不然算了。我觉得我要去自杀了，来尝试咬看看好了，咬不掉啊，咬不掉，啊，猝死！来吧，我们来开始开大白鲨，啊，我们来开一下大白鲨，啊，我们获得这一只。快跑先生，非常好，你的名字乱取一通，你有没有你的名字叫快跑先生？那应该有个叫快跑太太吧，是不是？而且我发现原来这是最后一只欸，然后我们身后面这两只啊，哦，后面这是隐藏的这三只，我觉得啊，这一只啊啊。这次就是我们最后一集了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这是我们最后的倒数第二集，这两只啊、哦，然后这一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呵，最后一个化石林北来了，嫩，我是来找化石的哦，看到了最后一个化石在下面，耶、yeah, ，获得史派克啦，哎呀，感觉好。感觉好好高追哦，啊，是不是还该玩一下啦？哦耶，它有什么功能？它没有讲，没有讲的话，我们自动让它有功能。侦测化石应该不太需要了吧？鲨鱼攻击力，全部都装这个。一日飞行员，永远的飞行员。然后老头呢比较习惯带这一只，再带潜水艇，啊，好，带下这只好了。
然后这个单纯就只是增加经验值啊，没有一些获得鲨鱼的一个新的任务，没有。来吧，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什么能力啊？爆发可以伸出你的毒针，哎呦，那个头顶那个、啊，你的毒针可伸出时敌人无法咬你，哎呦呀！爆发冲撞时，你的毒针会击晕小鱼，哦，感觉很凶啊！世界上有这个鲨鱼吗？他的那个头，这种鲨鱼也太特别了吧！死给！哦，好小一只哦！哎呦哎！哇塞，这个血量，这个血量没有问题吗？其实这只也就算是小鲨鱼啦，小鲨鱼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像体型大的鲨鱼比拟，你知道吗？光是血量就输了。哦，爆发的话不一定，爆发我觉得还行。哎，我刚刚为什么我会有一堆红色小鲨鱼在乱入啊？是被我们催眠，然后跑去攻击自己人吗？啊，不懂。哦，没有，那个其实都是自己，都那个球全部都是小鱼。哦，我看错，我以为那是自己人。好了，我们再去那个暗流好不好？咱们再来往那个暗流出发好不好？我又不相信那里没有地图。暗流那边一定有地图，地图一定在那里，绝对难不倒你。来，吃好吃满，不要射我。Oh yeah，Oh yeah， 又要掠过这个这么高的一个大楼啊，麻烦死了。喂。I believe I can fly。干什么东西？还蛮好笑的。我靠，超大型潜水艇！哇、哦，这里超危险。哎、欸，我会死，我会死。我要求的不多，我只想找到地图，给点脸。我只是要一张地图，有这么的困难吗？你们这些人 ，No！No， 适者生存。找不到地图，可恶，气死我了！我要回去用巴斯了。可恶！我要回去用巴斯找地图了，然后找完我就要自杀。哎，帮我好欺负你啊！可是其实我觉得巴斯也还好哎、欸。我们还是用我们的这一只原子鲨鱼。对啊，好了，用它好了啦。再用一次原子鲨鱼好了。原子鲨鱼可以在陆地上行走，还可以自己补血，根本就是哦。这边的废弃物的辐射，哦，可以让我补血，让自己充电，充饱之后还不会损血。这一只其实真的蛮特别的，我蛮喜欢这一只。来吧，地图，地图，地图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吃好吃满，我们找我们的地图，地图我来了。对啊，相较之下，史派克超烂的、欸，我是说真的，史派克。他，我觉得史派克被归类在后面收集化石的这个位置，其实很不优哎。我们都已经玩到这么后面了，你给了这一只化石鲨鱼收集的那么辛苦，然后呢，拿到了却是这么烂的数值，功能也没有说非常的优秀。说真的，那只史派克应该是这款游戏里面有没有使用度最低的一只，因为血那么少啊。少成那个样子呢，然后呢，尖刺真的对这些鲨鱼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啊，然后我却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获得你，这个比例原则就不对啦、啊，啊，对不对？比例原则啊 ，Oh my god，
所以说地图到底在哪里啊？不要咬我啊，大哥，是我咬你才对啊！我靠，受痛！我们继续往下游看一下，我直接被炸飞啊！哦，我死了！靠，要地图在那里啊！哈哈哈哈，真的在这里，只是我没有，我往错边了。一个决定决定你的错误跟你成功。就是我没有想向左边游，我选择向右边吃那个炸弹。Yeah! 不爽，我要去拿地图，还是秋刀鱼啊，还是油雅鱼啊，还是 F 4的周鱼苗，没，还是啊绝代双骄的小鱼儿啊，关你的，通通都去吧。我的目标只有一个。而且是非常的明显，就是地图。给我滚！你们通通给我滚 ！Nice！ 哦，别说这不是你自找的，你一定无法救到最后两名朋友，一切都到此为止。我们已经放出克拉肯，有种出来面对，隐藏鲨鱼耶！克拉肯，他说放出克拉肯，都已啊，伊无讲啊，该不会是在左上角那一只吧？左上角有个地图，打败克拉肯魔王。Oh my god！ 八爪章鱼是不是？哇，这个还有 BOSS 战啊！啊，居然还有 BOSS 战是吧？我们来看一下他说的克拉肯到底在哪里啊？我来照找。我来找找你在哪里呀？哎呀，不要咬我！八爪大章鱼啊，那当那很不用讲，它就是最后一集的 BOSS 啊，对不对？连载就要结束啦、啊，是不是？啊，但是不会是现在啦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尊龙。不过我觉得我应该打不赢它吧，我是觉得我打不赢啊，如果遇到的话。目前是没看见打败克拉肯，没有看见的，不在这片海域，难不成在这个中间？我们再下去看一下好了。啊，我看到了我们那个无敌铁金刚沉睡在那个地方。哦，死给我死掉了。目前连看都没看见，算了，啊，反正呢，那是我们最后的目标，并不是我们现在的目标啊，好不好？就这么的简单。好，鲨鱼都弄到了，我们剩下最后这一只，跟啊，我们还有两只哦，还有后面这一只啊、哦，哎呀，我还真不知道要怎么分组啊，啊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反正今天大部分到这里结束了、哦。那之后呢？他说最后两只伙伴可能还有两只鲨鱼，这个我们之后再想办法，好不好？反正呢，今天进度差不多也算超前了不少啊，啊，应该也是算是不错的一个进度啊，好吧？那么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啊。如果喜欢我片的左下角个订阅，右下角个喜欢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饥饿杀世界再见面了，拜拜。